喂，嗨，怎样你？哇，又刚好。是啊，没办法，现在。我也带他来。是、啊，来介绍一下，我们有谁？不要，你不要总站，你不要总站。OK， 所以我现在看到 Mickey 的颜色呢，它有三个 tone 啊，它有重长的黑色，跟它自己之前染了那个棕色，还有它之前有漂过的那个很亮的颜色啦。所以现在我大概都是先把它做一个 balancing， 先把它整个头发的颜色 balance 了先，然后再帮它去做一个重新的颜色给它，然后再把它的长度修短一点点，因为它的发尾是你看整个长这样了啦，一定要剪了啦，不剪也不可以了啦。现在我们开始。讲你紧张吗？紧张吗？嗯，一点点。剪那边会比较怕哦，不要剪那么短就可以了。我剪到好像稍息那么短。Oh no！ 不可以，接受不到，我的脸有点圆，所以不适合这样子。可以的，可以，交给我，一定美，一定美。Good morning, life. Good morning, sun. How are you? 加粉。大概一个三十分钟，大概一个三十分钟，所以我要做一个三十分钟的爆破。哟 ，OK， 这个是漂了九次，大概是第二次。昨晚会有没有痛的感觉？不会哦，很赞，很舒服，很爽。OK， 等一下带你去冲凉，你不是冲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带你去冲水。OK。哇，你现在看到很白耶。那个脸很白的感觉，就是再放下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 last 了了啦，做好这个我们就可以冲水，然后就可以上你要的颜色的啦。喂，这个什么来的？哇！哎，你的头发要，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要吃这个菜了。又又又记又。零零后要唱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说你的，这个也是好像已经过了。过了哎，这是我们 musical 的时候表演的歌。太棒了。好怀念哦，我要看 Mickey 跳大勾勾。大勾勾，一起加加油。我们看 Mickey。怎么会啊？一起大勾勾，一起加加油，加油。哦，其实我已经忘记很久了。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哈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已经染好了，现在我帮 Mickey 剪头发先，因为他头发太长了，我觉得有点不适合，所以我就把它剪短一点点它。我应该会剪到好像大人这样短。剪大神的发型。OK 啊，现在这个圈呢就是我来
来做 ending 啦，因为他不要讲话，很累啊。他从刚刚到现在一直讲很累很累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发色。它在阳光底下咧会比较好看，然后也比较亮，然后过后会越洗越亮。所以咧，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讲好看啦，因为是我的头发。如果你们要看这个影片的话，等一下我会 tag 那个从 Miki 的那个 camera 那边拍出来的， so 你们可以看整个过程啦。对， so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把我分享、订阅、赞， yeah。记得按赞分享，我很累了，拜拜。我们再给明天见，拜拜。Game begin.